好 ，VLC 播放光碟，启动我们的 VLC 界面之后，你可以选择媒体，选择开启光碟。那像我这边这一张光碟是音乐 CD， 你可以选择你是 DVD 或者各种格式。好，按下播放。然后它就会帮你把整张光碟把它播起来。好，这是我们的国歌。下一条。好，这是我们的升旗歌，国旗歌。好，这是我们的颁奖乐。好，它都可以顺利的播放出来。这是播放光碟的方式，所以你只要把光碟片放上去，它可以顺利帮你播放出你所需要的光碟片的内容。